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依然。最近分享的视频呢，基本上都是围绕的我的两辆车。不少网友留言也是说啊，不是在修车，就是在修车的路上。也有很多不友好的留言。我呢也只是记录并且分享旅途中的生活。反正生活嘛，肯定是有各种各样的意料之外，自己也不愿意发生的一些不太美好的事情吧。我记录分享在网上，或许是你认为不可能出现的疏忽，无意间呢也会避免类似的状况。不管怎样吧，都保持愉悦的心情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是边等房车的配件，边在周边玩几天。现在我们就出发去看天鹅了。这个季节呢，刚好是西伯利亚来的天鹅，到威海这边来过冬。出发去看天鹅了。